虽然说这句话可以说是被人家认可，可是我觉得这句话不会被推翻。为什么？因为他本性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就会被认定他说他本来就是这样子。一旦我们旁人去认定他是这样的话，那他就会变成这样子。人没有出生就想要做坏事。对，可是他会出生会被想要去做坏事，是别人去教导他。如果我们去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然后让别人改变说，哎，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一个好学生、好同学、好儿女之类的等等，我们就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可以做出好事情。然后让人家觉得，哎，我们不是那样子那种酒肉朋友之类，像那些外地的朋友，那些每天上课不上课，然后翘课的，然后抽烟喝酒吃槟榔，然后交乱搞一些关系之类的，懂吗？最后黄金的故事，我想带给各位。最后呢，我们再念一次那两行，好，我们都有掌声。好，再来，我们预备念。伤心难过是人之常情，但是自杀打架暴饮暴食自甘堕落是没有办法解决事情，要勇敢面对现实，即使一次失败对你来说是一种考验。情绪管理就是一种考验，它只是在磨练你的心，磨练你的心，磨练你的心，每天都在磨练。虽然说它会带你给你带来一些喜怒哀乐的事情，只不过呢，如果你往正面去思考，往正面去想的话，每天当他说，哎，这个事情对我有帮助，好，这个事情我要铭记在心里面，他每天记下来说，这个我做错哪里事情要改进，做错什么事情要更正，这样的话，我们在我们日后当中的事情就不会像一些外面现在的社会新闻这样子。虽然我不想讲社会新闻，只不过。有些社会新闻的表态都是我们一些小学生没有做好的基准。好，以上是我给带来各位同学情绪管理以及社会教导课程，谢谢各位。好，最后我们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讲解的？我们要把它全部发完。我要糖果，欢迎出来糖果。好，然后第一页封面。哎，糖果，请问在家吃饭吗？不要。不好意思，请问啊，请问。第一题，我叫什么名字？我好烦呢。要讲，来啊，放下，放下。我名，我有品。一二，二而已。三，还没三。一二三。Peter 啊。Peter 什么 ？Peter 老师。老师。好，这边来，来，礼物。哎，掌声鼓励。谢谢啊、我们是什么学校来的？然后是什么团队？这个我答过了。下面有现实。要讲正确。那是以前的啦。那、啊、是以前的名字，我不知道现在改名字。好，一、二，手超过眉毛就算举手，不能超过。一、二、三。三对。啊，那个。哦，亮灯。没有啊。有啊。数学题。然后嘞？啊，最高。对。哈哈哈哈哈。答案是我给你。超过眉毛。我讲阿伯。好，我们想要把全部糖果给送吧。我再送你。好。再来，请问 IQ 跟 EQ 差在哪里？我倒。我没答过你，我没答过问题耶。等一下，那个请那个还没有举手的同学，发表一下。什么举手 ？IQ 跟 EQ 差在哪里？两个都很高。那英文怎么念 ？IQ EQ 啊。哎，对，好，送你糖果。那全部是那个整个的，全部给顺华吧。是是，可以加点钱。这是整个的。好，再来呢。给顺华做。什么？还有一些。很多糖果要包完了。他说你是叔叔。我是叔叔啊，才几岁？我才二十哎。二十，那个叫做，那应该叫做同辈了吧？同辈。差辈。我跟他。怎样的情绪管理是比较好的正常行为？要怎样？嘴巴要怎样？说出来。哦，我。举手抢答。三。我觉得这么努力，但是你表达自己的。
好，谢谢你们整个自己的。好，最后还有几包糖果。妈妈，我要。都是给老师在那边做礼物。是啊，都是小朋友。他说什么？谢谢哥哥，还有姐姐，谢谢哦，好，谢谢，坐好。